好，感谢主。我们现在呢，要先让我们的师母下葬。下葬之后，我们有祷告和诗歌。那祷告诗歌之后呢，我们再将花在棺木上面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呢，先让我们的师母哈，先到一个定位。来，就大家来。来，我们请家人都看一下，来，请，咱看，一，有这盒吧？这个我给切了嘛，啊，你切多啊，你好。